你不要乱来啊，你要想清楚了。小张疯了，他把货抢走了。什么什么什么100万？Congratulated her on a very, very hard fought campaign.钱呢？我对商铺投资没兴趣，我不买房，谢谢你。